胆狂徒，你死定了。有没有看到有在夜市里面生活过的小孩？哎呦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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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难度现在要加大了，好吧？哦，哎哎，你还没有完的。大胆狂徒！这，来拿着拿着，你也是慢慢转过来，然后咔咔。一定要一定要，不行，一定要，这是一个味道的问题，好，转过来，啪啪。枪举高啊，对啊，朝天 ，Action！ 哎，这大命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呦呦，哎哎，只有第一个。好好玩哦！哇，好好玩，加油！何必这样呢？来来来，各位老师要表演一下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请站好了。嗯，我们需要一个人手里拿一个汤匙，汤匙上面有一个乒乓球，老师要打乒乓球，好吧？不要说我们都没玩，主持人也要点到了，我们就上去拿乒乓球，好吧？很危险。就我们一二六三四五，好，就五个啦。嗯，然后怎么看点到谁，谁就上。去拿乒乓球，好不好？哇哦！好吗？这什么编法？好开心啊！真的？你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后面有个布幕比较安全啊。没有没有，不是拿着，这是拿怎样？要端正这一个球的，他这样会射到自己。高一点，需不需要拿到靠近点？不用不用，他自己会过来。我觉得不太可能。里面有黑白正面的照片，我就说去买保险。没有要买保险，那就我们做吧。好，远一点啦。你伸直啊，手伸直。你不要抖嘛。玩枪玩几年了？十几年来有两次是成功的，好不好？主要是你手不能动。好，预备 ，Action！ 各位，现在我们来玩一个更刺激，好不好？这个是连老师他心里面都很害怕的，来，你们站好，紧张了吧？轮到仔仔来打，我让他十几年，没有想过他会有今天。站好，你了，眼睛，好了，换你了，换你了，仔仔开枪。最好笑是仔仔说啊，换你啦，终于。你在交代什么？不用交代，交代会再说一些后面的事情。这个枪以后都是他的。你还用这么长的距离啊？这个还要算抛物线的，近一点好不好？好，侧面这样慢慢转回来。还来啊？好，那他要讲什么？讲那个纳命来，守着阳光，守着你。这边 ，Action！ 守着阳光，守着你。哎呦！哎，内裤我看一下你，你是不是穿三枪牌的？哎，还蛮厉害的，好厉害！老师啊，老师啊，这证明你这个枪没什么，要不要来一个更猛的？用嘴巴咬，用嘴巴咬住你。这个 ，OK， 那我们来点点看好不好？分配成点了嘛？哈。线哥，不是，然后呢？不要公平啦！我们不要这样弄线哥，我们要公平。我们来点点看，今天要怎么样？还有什么东西要交代吗？妈妈跟我也算有交情了哈，你要弄清楚，敌我要搞清楚嘛，是吧？那边还有那么多壮丁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哈。
好，是说摄影大哥吗？今天要玩神枪手的游戏，谁被点到就去把球放在嘴巴，好不好呀？那个凹太硬了，神经病能压就硬压来哦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跟你讲啊，有。我跟爸爸的交情，这个时候你不跳出来可以，好不好？哦 ，OK 哦，好 ，OK，OK，OK， 拿去拿去啊！哎，那个眼镜。啊，可是赵又廷才刚出道哎。就是刚出道啊。没有。哇，希望他爸爸没有看到这一段。好羡慕人家可以当来宾哦，坐着就好了。不要不要，哇，一枪一枪就命中了， Oh my god， 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所以有没有看到你们现在自己在演这个戏玩这个枪，你就知道其中的难度，其实很难，对不对？其实很难的，对，观众看的时候，你其实枪是一件很致命的武器，你一定要好好操控它们。是的，今天看完之后有学习到哈，有见识到了，该玩史塔克，来，厉害了。这个小朋友呢，柯志云呢，他本身是实验国小史塔克杯比赛的冠军，当时有多少人参加？很多，这么冷门的东西，很多人参加。当时为什么想要玩这个？因为学校的推广。推广，先来示范，第一种叫做什么？循环。循环是吧？请循环，开始。了解了，原来他就是会做出图形。那以正面来看，你有没有看到我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，有没有？好像人生的感觉。哇，老师说的太有道理。总共用了几秒？13秒。大家有看到这个计时器？13秒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好吧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快一点的啊！世界纪录是多久？你知道吗？7秒，7秒钟就完成。请循环。这一次不错，哎，一二三四，哎呀，顺子，阿内姐，好，来，再来一次333的示范，对，他现在要教我们，对不对？333。